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放松睡眠冥想，我是 Francis。 首先找一个舒适的地方，可以是你喜欢的椅子、地板上柔软的毯子，或者是温馨的床。花一些时间调整你的周围环境，调整灯光，调整室内的温度，让它们尽可能的舒适、放松。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坐姿，放松的坐下或躺下，为入睡做好准备。然后轻轻地闭上或放松你的眼睛，给自己一些时间来适应你所选择的空间，让自己完全融入在此时此刻。让我们从深呼吸开始，通过鼻子深吸一口气，这是你一天中最深长的一次呼吸，让新鲜而宁静的空气填满你的肺部。当你呼气时，释放掉身上所承载的所有紧张和压力。再一次深呼吸，比之前更深的一口气，然后缓慢的呼出，舒缓的放下一天中的所有思绪和烦忧。现在，请给自己一份温柔的许可，允许自己在此刻释放那些挥之不去的烦忧。现在是专属于你的一段神圣时光，没有需要前往的目的地，也没有值得你专注的事物。请告诉自己，放松是被允许的，让自己尽情享受到应得的宁静与休息。当我们准备入睡休息的时候，往往会陷入一种担忧，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睡眠，担心自己是否会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。然而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过度关注，往往会导致其被放大。当
当我们过度关注某些忧虑时，我们就越有可能被他们所影响。所以，现在让我们有意识地将注意力从那些令人不安的事物上转移开，让自己进入这个宁静的时刻。在这片宁静的空间里，我们只需要专注于享受宁静的休息，让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。继续保持缓慢而深长的呼吸，慢慢的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体上，感受身体渐渐沉入你身下的表面，让你的肌肉放松，从你的脚趾开始，想象一束温暖、舒缓的光环绕着你的脚趾，融化掉所有的紧张感，让这放松的感觉随着每一次呼吸而蔓延到你的脚、你的脚踝，然后渗入你的小腿。感受你身体的紧张与不适，一点一点的随着每一次呼吸而逐渐消散。继续深呼吸，缓慢的呼吸，将这种放松感蔓延到你的膝盖、大腿，然后进入你的臀部。想象所有的压力或不适感被一种温暖和宁静的感觉所取代。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下背部，想象一股轻柔的放松感沿着你的脊柱缓缓上升，它松解你的所有紧绷和结节，感受舒缓温暖的感觉扩散至你的腹部，让所有的内脏都得以放松。接下来，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胸口上，感受胸膛随着每一次呼吸而扩张。在呼气的过程中，释放掉那些可能积压在胸口的紧张，让你的呼吸自然流畅，毫不费力。慢慢的，将注意力转向你的肩膀，放下你肩膀上所承载的一切重担，
让它们变得轻盈而自由。感觉所有的紧张感都在逐渐的融化，让放松的感觉流进你的手臂，穿过你的手肘，然后侵入你的手腕，感受你的双手变得温暖而舒适。现在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颈部和喉咙。当你深呼吸的时候，释放掉紧绷的感觉，让放松的感觉流入你的下颚，舒缓那一片紧张。轻柔地将你的双唇分开，让你的面部肌肉得以舒展、松弛。轻柔地将你的注意力转向你的眼睛，感受到它们变得沉重而温暖。轻轻地合上你的双眼，沉浸在宁静的感觉之中。让你的额头舒展开来，抚平皱纹。感受着放松的感觉传递到你的头顶，平复并安抚着你的整个身体。现在，好好的享受这份纯净的宁静与平和。现在的你，感到彻底的放松。是时候踏入那宁静而深沉的梦乡了。当你步入美梦的世界时，设想自己沉浸在一片宁静的环境中，可能是一个静谧的花园，一片宁静的海滩，又或者是一个幽静的森林。用生动的形象化细节来描绘这个环境，包括它的颜色、质地和气味等方面，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片宁静之地，感
感受其中的祥和与宁静。现在，请放下一切杂念和烦恼，将它们想象成漂浮在宁静溪流上的叶子，悠然消失在远方。你的思绪清晰明了，心境宁静和谐。在你深呼吸的同时，想象一道柔和温暖的光环绕在你周围，这个光宛如一层宁静的庇护，在你进入深沉宁静的睡眠时拥抱着你。感知你的呼吸节奏，它悄悄地将你引入一片完全宁谧的境地，让自己投入到深沉睡眠的怀抱之中，沉入梦乡。深知自己正受到无微不至的守护与支持，在结束这个冥想之前，愿你能够将这份宁静的感觉带入梦境，安详地入睡，在醒来时迎来充沛的精力。晚安。